给我给你带了一瓶牛奶。哦，谢谢。你别晕倒了。吃完就来训练了，居然还用电摇小人挑衅我。休息一会儿继续吧。今天是无作业日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吧。这是妈妈给我买的星期三换装书，来玩。哇，好厚一本啊。对，里面全都是素材哦。这么多啊。我今天只有一个换装包，太多了。吃饭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小狼女和星期三给组装好吧。太空漫步，我笑了你还装哭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。要不星期三啊、哦、吵醒了闹虚的树木。你好，我是小狼女。你好，我是星期三。你们更喜欢哪位主人公呢？我更喜欢，哇，两个都很喜欢，都很漂亮。你们可以投票哟。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素材啊？365页。这么多？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制作一期节目，就是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拼装起来给大家看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吧，拜拜。